好，那你们先干的感觉，你们先看一下。好，那等一下我请那个同事把那个水整个那个泼湿的，看一下他们的感觉。因为清水混凝土很重要，它上面要涂上一层保护的透膜。那他们讲日本讲的感觉就是说，有做跟没做是一样的。好，所以说你们停下看一下，说你看，像第一片是没有颜色没有改变的，就表示它涂过混凝土材料。那他说它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嘛？那另外这一片是没有做的，所以你看它会吸水进去，它会变浅。变颜色深的，它这边是因为全部没有做，但是这边有，它表面有那个类似裂的比较不好。它这片的话，你看一下是不是比其他片的话还更浅？所以是第一片干，它干的时候你看的结果是不但不是非常的多，那这个才是最好的感觉。